路镇板头社区发展协会伫咧中央节进行举办敬老义诊活动，邀请二代长辈来互专业的设计师替因来修剪头毛，以及进行身体健康检查，加注流感疫苗。协会用义诊关怀长辈的心意，嘛，予大家真欢喜。中央节敬老活动，客户店板头社区是甲咱彰化地区真出名发行连锁业者，以及彰化病院合作，共同来举办中央敬老义诊义诊的活动。亚顿国际啊，造型公司哈、哦，来咱替咱家一种老人家哈、哦、啊，剪一个漂亮的头发哈、哦，让他们能过一个啊那个很快乐的一个重阳节。卫生福利部哈、哦、啊那个彰化医院哈、哦、啊，每年呢都是派很多那个志工来跟我们的办。我们的老人、哦啊、抽血检查，为了他们健康着想，可以过一个、啊、快乐的晚年、哦、以及我们的每年的话都有办、啊、固定的餐会，让老人家的话有个大家共同 聚会的机会、哦啊、让过一个快乐的重阳节。替时代整理门面，换一个好心情，医护人员也替时代牛血压注流感疫苗，大心的活动也让来参加的时代真娱乐，真好啦。哎、欸，安怎讲真好？啊，咧免钱二件啊，拄在做老伙啊，真好。啊，着有人检查，也免排了，搁方方便啊，即付款服务服务来到厝个，真好，奈唔好。这场活动嘛，变成板头社区一个爱的平台，互相交流，嘛，让每一位长辈拢有一份上佳好的重阳节礼物。大众啊，新闻林桂英 KO 采访报道。